啊七点半安尼啦。歹势，你阮册下时间有较慢一点啊，啊无两分钟。那以前我嘛唔知，以前哦，我拢叫垃圾车的时间。那会知嘛？垃圾车哦，愈来愈紧，头前那个几下的，迄个过星期了都无垃圾。空不离的来搞垃圾，经过的时间，我以前来搞一下都七点四十分。所以七点四十要花真久的时间。那你要不要先放那个超速法？表示阮这条长龙街啊，边段啊，越来越少人居住。这里有网络。垃圾今天我无敢停，垃圾车这么乱越来越多，迄个飙街咯吼，垃圾车来当快速经过，咱就表示人家人在多长时间越来越辛苦啦。这项要算计有关的无？你啊，迄帅气要买票，后尾就要分散安怎？啊哈！你怎么也来了？好，你嘞，今仔日是弘雅书房641的演讲，讲座啦。我想，这有一个非常的意义啦。那这个是今仔日吼特别的安排吼，以前吼我一段时间拢。安排工作拢含迄当时的议题有关系啦吼，啊当然，伫迄个安排过程中，可能就已经出动一寡人去支援，啊了后来到迄个演讲当中咧分享，啊了后来募集搁较侪人安尼吼。那这个过程内底，有这种的，一个讲座其实有背后的意义啦，啊但是，我唔知影今仔日，这场的演讲的。后壁面，咱是毋是有啥物种诶延续性诶，咱来进行？一届有可能咱伫即、這个高雄吼，即、這个石化业诶即个危机诶所在，可能较远一点。但是其实咱诶身躯边嘛，距离也离袂开啦吼。想起迄当年，我几岁？我那十七岁啊，可能吼，十五六岁。迄当时新港啊，为着台塑要起迄个 ABS 厂，我一直拍甲增加嘛，真侪人拢民众要争死哦，出赛，真无奈啦。一个石化业第一，卖讲石化业任何一个工厂吼，啊，去到一个所在，伊用上紧、上快速、上方便的方式，先处理一片土地，所以咧处理的过程中。就是叫做征收啦，土地征收。啊，土地征收的过程，先是从出发的过程。那要征收的时阵，当讲啊真好听，要提供就业机会啊，提升效率。结果发现，今仔日咱嘉义市的空气嘛，无一定真好哦。这個、原因拢是含跩个工厂关的。所以一个工厂的设立，煞一定毋是单纯的迄种看伊的经济。一种哦，一个真简单的迄个营业额，所以背后煞有真侪外部的成本无咧算。啊，我想这是真侪无法度去思考的。那我想来到看这个大林埔的这种第一的受害的现场，我相信因几十年来，他们都用后硬吼后劲，差不多会当赶快的稳命哦。一熄袂了，离袂开安尼。哦，啊，这种的状况内底，当然嘛是爱搁有足侪人，爱有气力一直在拼吼。这种案例吼，含做两个款的，含台北的这个国寮。我会记吼，阮以前咧办号的时阵啊，看，但阮其实是拢拄久也去支援的。我感觉在地的人，他是真正勇敢的吼。迄种感觉，拢愈翻啊，看迄何事场愈去愈大叫。愈换看的钱愈来愈多，愈换啊！所以迄个过程中有真侪人是真付出的哦。所以我感觉迄个过程是一段咱无法度想象的长期的长期。啊，有可能是人一生在挣，或者一生在经营，或者一生在陪伴。啊，迄是一个讲较好听叫做镇定啦，讲较悲惨的说出来，迄就是一个退无路。前进嘛，无看袂去，看袂到未来一个一个所在咯。那我想大理不同款的运命，但是我想嘛有同款的期待，就是咱行出去有一个好的将来安尼吼。
大家连最近咱看到几啊届环境啊，当然有些比较有时间，一寡即个节节拜会的种可能。不管如何，到底您即卖精神如何，但你当然作为熟客，啊，咱两个做什么样的串联？只要跟门卫讲，他就会讲。好，伊讲，即过程中咱做来。了解这个所在，那预告啦，后礼拜拜三的工作礼拜，今嘛我有成男性女吼，我来应征妹妹，只看起来今嘛是跟他连书啦吼。我以前拢应用吼，就拢咧写电子报安尼，啊今嘛拢已经退化，今嘛手要拍吼，手我会错，因为恁遐真侪吼。今嘛剩迄个用手机啊，一手机的，一直成功无啊，二滴的迄个上脸书安尼吼，啊所以今嘛。啊，要靠迄个文字嘞吼，所以就爱期待恁家己用啊，家己睇。啊，无就买一份迄个小人物，吼，伊个加减我会看安尼吼。我感觉会应该推荐小人物爱去学习这在地咧拼啊，迄小人物，我感觉这嘛是大家逐个去甲支持啦吼。啊，咱当然啦吼，对政治卖预想，会当家己预答，所以我们预料出的正答。这个我袂话，咱要壮大这个坏人吼，卖退出。那我加个沈南西路关这个什么，这个苹果巨型懒人包，我每当可以快速拆解哦，那个下火个什么，我用好了，先放在放好，好吧，这个预告到如此，看下嘛，无什么哎，有知道的啦，咱一般拢会慢慢那个开始有一挂人知道，拢一般到七点四十，但我感觉今仔日这部真重要，因为。几位来宾拢是为教育看过来，啊，我想咱先甲扫落个时间，请迄个李翔哦来主持一下。李翔大概人无熟悉，伊是啊，就是阮遮艺术家，弘雅师范上重要的驻弘雅师范艺术家，弘雅师范的底，伊就伊的作品在底，啊，我应该是都有存在一下，所以伊就想起当时安尼。是我古政府古甲韩军啊，紧用个中国硬正安尼吼，你听啊，真无简单啊！迄、那个构图到头，你到创作，还有艰辛啦吼，万多。迄、那个即讲要描述即个台湾四百年的历史，台湾四百年来拢一直是即个历史内底一直是一个政权，领导另外一个政权，吼一个压迫一个吼，啊，所以即。你是这决斗啊，所以中间有蓝绿对决，有啊，到现在，迄个也光剑在烧台。伊后讲，迄是一样撇起来，我讲无啦，这伊伟大的艺术家就会融入现场，所以把现场这种日光灯变光剑、啊，作者就是他。然、啊、后有兴趣的吼，就找诶无作品的，你把这本啊资料签名。所以你家己出一个明信片，对不？那他未来应该会在这个大林埔，他都有一个愿望，因为他烟囱一夕之间话已经毁了。伊人伊会当回味，然后挂一块电骨虾，那个烟囱不倒，他忍不下了。这个是我们的期待。那剩的时间就让你继续慢慢啊讲安尼啦，后边应该陆续有一挂人来吧，吼。那我们先那个欢迎一下我们三国那个李里长跟我们讲几句话。好，还是这首笑的没有？你丢白啊？不笑的，他那不笑吧？哦，后尾车，后尾车。大林埔的历史哦，以前是拢红砍的，啊，砍啊！印尼大林埔是伫这个民国62年哈，政府正在推动十大建设。吼、哦，啊，伫遐开始开发这工业，啊，当时是种田地吼，是以500户征收，诶，300户吧，300户一平征收，啊，到这个伊较早的这个政府是做独裁啊，啊，印证到即摆整个吼，我大林埔一点四周全部都是工厂，唯一剩下一个两个村庄是在里面，红毛可是迁村了，啊，所以这个伫这个情况之下吼、哦，不管是蓝绿他们在执政的话。那整个对大林埔也没有改善，啊，只会发展工业，然后发展工业，都结果当趁钱，伊拢啥物死骨头拢做着，对吧？哦，啊，无管着遐人个死活，我阮行毋是行四路道路呢，我是行工业道路呢。所以讲，啊，派人个道路派人来去甲政府即个反映，那个不是归我管。哦，啊，即马是工业局哦，
管理中心嘛，我现在没有经费，所以说比这种环境生活内底吼，一样在缴税金，啊，不过吼是对了一个不平等的待遇啦。哦，但是这个待遇，谢谢阿发，感谢大家。接下来放这支片，它比较特别，虽然它是公司的影片，但是它是由当地人制作，然后在投稿公司。那大家欣赏一下，前面灯可以关一下。